为了父王。今天华贵人机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色盲模式，哦，这蛇能出肉的，打大树没有用啊。大树打他百分比伤害，而且一般蛇能要出护甲。我感觉大树打蛇能有点 counter 啊。大树打蛇能应该比较好打一点，这边做眼。他一分半丢的眼。一级的眼持续90秒，也就是他这个眼3分钟结束。这眼待会绕一下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可以抓中，刚好我待会去中路3级。这妖姬没什么血了，过来。别急，等伤啊！真牛啊！妈的，玩个妖姬能被泽拉斯单吃。闻所未闻。我喜欢挑战。我还打算这波来帮他了，好家伙，直接死了。哎，没吃到炮车经验好伤，否则我不刷这组野了。感觉吃两个兵都比一组野经验跟经济来的高啊。我忘了有个炮车在了，这不感觉我有点亏，抓不上路好了，只有能半血。视死如归。造型辅助没闪。我还把 W 给了。往下拉，假装打不过，往下拉。对，假装打不过，往下拉。上钩了，这波大树本色出演啊，饰演一个莽夫啊，对拼没逼吞，没对拼过啊，落荒而逃啊，在反组蛇人，亚马带的钱够了，赵雪好像得过来了，小心一点。也是钱已经够了，真的理财师要学会理财，知道吧？差60怎么办？卖药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一个老打野，即便没有药，4级也能无伤刷野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不需要药。没蓝怎么办？没有蓝我们就创造制造蓝啊，抓一下人，我带着7点神仙可以回蓝的啊，所以这都不是问题。刷一组蛇轮到5级再抓不下路啊！直接无伤，看到没有？保护尊良。
哎，他是没空卸啊。可以，我发现这个暗心皮肤都有送，这个暗心炫彩太劣质了，有点有点劣质，说实话。刷新一下就能切流畅了。保研主义这赵信刚好像在上啊。打不过，我走了。你敢违抗我的意志？我没有惩戒。到一波六了。中路又要出事情了。战斗之心，至死方休。我这波细节卡六单吃。这妖姬被单吃两波，从理论上面来讲他肯定没闪，我们这时候直接闪现 EQ 细节倒流框住直接秒啊，直接闪现 EQ 把兵捅死，然后倒六级空中点大落地一个 A 提亚马特二框住直接秒啊。他跑得没我快，你又没闪现你追我干嘛，我这个无情猎手啊，没办法，高富帅腿是长一点的。这波胆大心细知道吧，直接走穿甲。兄弟姐妹们，好了，我见到赵信待会直接秒他了。这波多少个细节就不用我讲了吧。我玩皇子不带贪欲猎手的，七级吧。来，卡莎五级 ，EQ 插起来，直接秒。他被我减速了，往前追一下。这派克好像，哦死了 ，A， 在 A， 在 A， 巨龙撞击 ，nice。蓝又回上了。我们的使命就是力战而亡。赵信应该五级吧。来啊，你又没血了，你闹呢，放肆。德玛西亚永世长存，一个总管还想造反了啊。果子呢？怎么被吃掉了？没事，这一波我先升到一波八级，就是再反红。我有惩戒在，右上角九分十五秒，赵信会死，你们信不信？他将会成为我的枪下亡魂。注意这个细节，你看我这波破釜沉舟啊！刚才还好是哦，有个眼看到我了。还好是惩戒了一个炮车，这边有个针眼，没事，我们这波掩耳盗铃，我赌他对面是个瞎子啊！妈的不来了，完了，没事，他又死了。哇，红 buff 一滴血，你们知道吗？一滴血，这个赵信运气是真的好啊！
敢违抗我的意志。这波狼就 A 到我一下，极致拉扯。我有点不敢打这个。战斗之心，至死方休。点个树苗 ，nice。皇城 PK， 我有啊，我有啊。他要过来啊！我失血，对面肯定会以为我走了，他们绝对想不到，我还要打一个先锋啊！这波艺高人胆大，富贵险中求。当对面越是觉得你不会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做件这件事反而成功率越高啊！逆向心理。你看他不过来了，呼，走了。兄弟姐妹们，跟我并肩作战吧！拿下，我就一丝血打先锋，这时候能出肉的。对他不是很有兴趣，这样你要记得能不能来波正常发挥配合一下。好，果然正常发挥了。正常正常的，妖姬开局两分钟就被单吃了。赵信在上，他们中单回家了，我可以拆一下塔皮，赶紧，时间快到了。我有小刀在，拆塔皮很快啊。还好这个泽拉斯没死。哇，你妈的好恶心啊，你别过来恶心我这个人。我好像杀一波这个泽拉斯，我先卡个红来。时间不多了，理想情况下可以吃个满层皮，对，最不济也要吃两层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，再见。先锋开了，一血来了，一血塔，快点快点，赵信可能要来了。哦，起飞这波理财啊，想要快速拉开经济差距啊，就要学会理财。走，一穿。二穿，保护忠良。再把来个四穿皇子，让除奸邪。他还没好啊。这不只能秒一个，我有大可以秒两个。人好多啊，
本来赵信在后面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哇，这赵信好凶啊，见到就上。正常发挥，正常发挥。你是有多想不开才会来跟我打架呢？赌一波，赌他在草里面。这波赌成功了。我想烫一下怎么办？算了算了，溜了吧。哇，这赵信做水银鞋，你在犯罪，小伙子啊！我这一刀下去，你还有命？这赵信他在犯罪，知道吧？他可能是出于打团的角度来考虑啊，毕竟我们中上 AP， 还有一个女坦浑身带控制啊。怎么感觉他有大？记下他们中单闪现很关键。记住宽道，一刀就秒了。这闪现是可以记录一下的，好痛好痛！我去刷红回血了，不要让我逮到你啊，维克托！恐怖游戏，好猛啊！这大叔，问题你出得来吗？没必要啊。待会打算就秒他们中单，然后按一下，我不接个。
花之君。这一滴感觉伤害打出来还是高的，有点看不懂。来来来来 ，A 点集合。玩的越菜的越喜欢秀。直接过来打龙不好吗？四穿甲了，53固定穿甲，加个本能冲击，加7点，将近100点穿甲，百穿皇子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他们中单还有十秒钟闪现，看能不能框一下。换血了。我觉得早点过来有大树在可以打。把里面眼给他排了，兄弟姐妹，如果并肩作战吧。这会是18岁状态的我，反应很爆炸。控住 ，EQ 插起来，没兵线打高，打大龙嘛，这波终于可以拿下了啊！死了三个，感觉严格来点抢的话，这把有点在四打六啊。的道心表示我超勇的，这中亚的魔法弹啊，这中亚的四个魔法弹开出的魔法皇冠啊。啊，有时候没动作就会这样，耍得快一点就会切脸的时候 Q 二。直接切脸的时候快速 Q 二，有时候会出现这个二没有动作，甚至没有伤害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子。我记得我刚玩皇子的时候就有这个，他有时候二没有动作从地上出来，没有跳的那个过程，直接从旱地拔葱，甚至有时候连伤害都会没有，就很神奇。有时候这个动作会没有伤害的，先把龙拉了吧。
护兄粮。没错了，跑起来。来来来，他们 AD 没位移了，中单没闪现，老树盘根，盘一下。不要异我，谁敢违抗我的意志。对面好坚挺啊。我在高地下一下了。高兴出龙渣，劣势出龙渣正常的，劣势出肉的话起码还有点作用。好，这把这么顺，三十分钟电信才打了2000。我昨天打了十分钟的团，那个龙渣就打了2000。我回家换下装备来，卖了吧。再来个青云，我感觉这石头人我好像能秒啊，我这个装备好像能秒他，可能会差点伤害。这电哦，400护甲没事了，那秒不了。啊，电型太弱了，我这么好装备才300伤害不到。这要是以前的雷霆的话，这个装备应该有400点伤害，而且是群体伤害。秒不了他。哦，好像没开剧情，开剧情应该可以。开剧情好像没打开啊。我刚才想伤害把他硬灌死，直接一波了，少了一个剧情。